题是奖金遗珠，卷土重来。没有后退的路人。他没有告诉我是哪一个错。没有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哪一个字那么多？三、二、一。终于可以借此拿走高额的奖金。强强对决，谁能获胜？每周五晚上八点，奖金一出，卷土重来特别企划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八点，拜托 ATM。